大家好，我是 Leo， 可以叫我伟哥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段如何留长头发的视频。在咱们聊之前，想跟大家聊一聊，是大家是出于什么原因想留长头发呢？是有这种受到某些人的启发，还是看某些明星？我个人留长头发是因为，哦，是我当时在巴西的时候，因为外国人剪头实在是，出过国的你应该知道，外国人不太了解中国人头发怎么剪，因为咱们的发质跟外国人发质是有区别的。他们简直就特别的愣，你知道吗？特别的傻，就是因为他们剪得不好，所以我就想留长。第一点，在留长头发之前，得有个心理预期，留长头发是一个周期非常长的一个大的工程。我现在到肩膀一个位置，我用了一年多点，所以你必须心里有个预期，不要半途而废，尤其是在你尴尬期的时候。尴尬期时间挺长的，是怎么都不好看，很难受时，你千万要忍住，不要中途而废。其实，在你每次洗澡的时候，你可以用你的手去轻轻的按摩你的头皮，不要用指甲，指心这个位置。指腹啊，应该指腹啊，用你的指腹的位置去按摩你啊，不错，是你的指腹的位置去按摩你的头皮，是两三分钟洗个澡的时候就可以了。这样能促进你的头部的血液循环，让你的血液更多的流向你的头皮，滋养你的毛囊，让它获得更多的营养，促进头发的生长。不要经常太过于频繁的用洗发水洗头，每周两次，每隔三天去用洗发水洗一次是完全 OK 的。像我个人，我已经最长的一次，我有快一个月没有用洗发水。如果脏了，我就用清水洗，就稍微有点涩，但是不会很油，油都可以洗掉。话用洗发水洗太多的话，其实会破坏你头发的酸碱度平衡，反而会分泌更多的油脂，这样反而对你的头发会不好。我想说的是第四点，对自己的头发温柔一些。当你梳头的时候，尽量用那种宽齿的梳子去梳头，不要用那种细排梳去使劲的刷，头发非常不好。不要用力去抓你的头发，撸你的头发，自然一点。六点你要注意的是，不要用高温去吹头发，即使要吹头发，温度调的低一点。像我一般都是中档，其实我也很少吹头发，我现在都是基本自然干，只有非常紧急的情况下，即使要出门，一般也是用中档。吹到半干，这个时候你就抹点发油就可以了。这点非常重要，很多人就死在了这一关。其实当你的头发刘海长过了你的鼻尖，你的两边头发盖住你的耳朵之后，你就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尴尬期，怎么放都很难看，怎么整都很难看。这个时候你得有耐心，千万不能在这个时候半途而废，一定要忍住。尴尬期的时候三种方式吧，三种解决方式。第一种是戴帽子，这种可能天热的话可能有点热。第二个是戴发箍，我个人不是很喜欢，因为我觉得戴完以后效果也不是那么好。第三个方法就是喷点定型产品，我用的是海盐水，我觉得非常适合夏天。海盐水就是那种喷完以后有去海边在海里游完泳那种感觉，知道吗？有点涩涩的沾沾的，但也不会特别特别油，我觉得那个非常好，很自然。总而言之，你一定要忍住这个阶段，不要去剪头发。希望我的视频能帮助到大家，给大家有一些启发。最后希望每个人都能留出自己满意的发型，像我一样。